diamond ring and 12 red roses, everything she ever wanted, all those dreams, and now they're finally here. She's so young and he's so perfect, they waited for love and it was worth it.紧接着
待的。今天呢，我们可以莅临现场，看到这么多人一起聚集在一起，一起准备好你的温暖祝福。我们都知道是要送给我们今天这一对甜蜜的新人，所以紧接着重头戏要来喽！邀请大家将目光集中到前方，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最帅气的新郎官以及我们的女方主贵人进场。掌声！今天我们的学程一同的手牵着手来到我们的星光大道正中央，有我们的女方主婚人陪伴着，我相信这也代表了女方主婚人对我们学程的安心跟肯定。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学程以及女方主婚人共同的转身面向大门。我们今天看似平凡的大门，对于我们的学程来说意义非同哦。我相信是让现场所有嘉宾感受到学程的期待跟紧张。紧接着呢，要邀请大家将目光集中到前方的大门，再次将您的双手借给我，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以及我们的女方主婚人进场。公主今天长大了，亭亭玉立，落落大方，今天有好个性，有出众的外表，感谢我们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接下来呢，我们的文凭跟女方主婚来到了学程的面前，首先的要先请我们今天帅气的新郎官先跟我们的岳父行感谢礼，请鞠躬。现场所有嘉宾再次用掌声好吗？承诺。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妈妈向前，给我们宝贝女儿一个温暖的拥抱。现场所有嘉宾是不是用掌声来见证这么感人的时刻？谢谢妈妈从小到大的照顾，让我们文凭今天非常的幸福快乐。接下来呢，要邀请我们的文凭转身面向身旁家中最重要的依靠，我们的爸爸，给我们爸爸一个温暖大大的拥抱。现场所有嘉宾再次用掌声来见证这么感人的时刻。紧接着呢，要请我们的爸爸一手牵起宝贝女儿的手，一手牵起我们宝贝女婿的手，将两人的手交握在一起，也邀请我们的妈妈将您的手搭肩上方哦，代表了您的祝福跟期许。紧接着邀请我们的学生跟我们的女方主婚爸爸交换位置，就代表了在未来一定会永远陪伴着文凭，携手共度未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幸福又快乐。接下来请我们的女方主婚面向新人，紧接着我们的新郎新娘手挽着手向女方主婚再次深深行感谢礼，请鞠躬。现场所有嘉宾给我们女方主婚人再一次温暖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女方主婚人一同的转身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回到我们的主桌入座。现场所有嘉宾给我们女方主婚人再一次温暖的掌声好吗？借由您的掌声祝福我们的男女双方主婚人每一位都身体健康，在未来的每一天带着对我们学程还有文凭的祝福期许，每一天都一定要过得开开心心。接下来呢，我们这对甜蜜的新人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温暖掌声了，再次用掌声来祝福我们这对甜蜜的新人，并且欢迎他们一起迈开幸福步伐好吗？What you wanna say, and you know the way you wanna say.
彼此，是一件非常幸运非常幸福的事情。当然这么珍贵的缘分，我们这一对甜蜜的新人没有错过彼此，并且把握守住承诺。接下来呢，也欢迎我们的男女冰箱共同的回到位置上入席就坐哦。那紧接着呢，要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我们的学程还有文凭要共同的拿起香槟瓶，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完成倒香槟的仪式。所以呢，邀请大家再次让我听到你们的祝福掌声好吗？来，我们用掌声来见证我们的学程携手文凭一同的倒下我们的祝福香槟酒。耳边响起了甜甜的旋律，也代表了我们这对甜蜜的新人，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未来每一天一定会过得甜蜜又幸福。当然，也借由我们的倒香槟仪式，祝贺我们这对甜蜜的新人未来长长久久，新婚愉快。当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一同来祝福，在未来要持续的看着我们这对甜蜜的新人，共创出更多幸福又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请学程牵着我们文凭的手，来到我们同心圆的正中央。今天呢，我们的学程非常的用心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迎宾区一一的跟所有与会的嘉宾们打招呼。我相信呢，这也是现场所有嘉宾高朋满座最佳的体验跟表现了。当然，在此刻我们在台上的这对甜蜜新人背后有一双温暖的推手，刚才有借由进场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了。今天在舞台上，当然不免俗的也要邀请他们一同的来到我们舞台上方。所以邀请大家首先的给我们今天南方准会人温暖的掌声，欢迎他们一同的来到舞台上方。欢迎我们的南方主会人林俊逸先生、谢春明女士，邀请大家给我们林爸爸、林妈妈再一次掌声好吗？欢迎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到我们学程的身边，宝贝儿子今天成家立业，对我们爸爸妈妈来说，今天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骄傲。接下来呢，我们美丽新娘身旁有一双温暖的幸福推手，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女方主婚人，邀请大家给我们文胜明先生以及刘金英女士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文爸爸、文妈妈共同的来到舞台上方，站在宝贝女儿的身边，虽然心中难免舍不得，不过就像是我们文凭说的，我们的学程常常的往来我们内地跟台湾之间，就是为了要巩固这个家。所以相信了呢，我们的文爸爸、文妈妈也非常的放心，将宝贝女儿交给我们的学程疼惜跟照顾。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这一对甜蜜的新人，我们的爸爸有几句话要来谢谢大家，也祝福他们。所以邀请大家再次给我们爸爸掌声好吗？欢迎我们的林爸爸。啊，我们在座的长官，啊，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各位的嘉宾，今天。啊，小弟我非常的高兴哈，我们是两岸一家亲呐哈，以后我们还有大陆继续发展，那我们的亲家公跟亲家母也很好相处，他们在湖南，啊，也欢迎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过去玩。那今天很谢谢各位嘉宾你们的这个光临啊，谢谢，也祝各位啊，谢谢。当然，对林爸爸非常的客气哦，谢谢大家。当然，就像我们爸爸说的，我们台湾大陆一家亲，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学程呢也有几句话要来谢谢大家。所以现场首先给我们先帅气的相关热情的掌声好吗？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到来，然后有一些我的客户，然后还有好朋友，然后非常谢谢你的祝福，然后。在这里，希望大家吃得开心，谢谢大家。是，我们学生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大家一同来这里，一同来喝喜酒。就像我们学生所说的，希望大家今天吃得开心，喝得开心，玩得开心。接下来到我们这个全新的大家庭，也要向现场所有嘉宾举杯致谢，邀请现场所有的嘉宾们共同举起你面前的酒杯，还有果汁杯，好不好？
我相信对我们这对甜蜜的新人来说，今天的每一个画面他们都永存在心里。紧接着呢，两个人这么幸福恩爱的模样，一定要将自己的幸福也传递下去。所以呢，我们今天帅气的新郎官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要来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们。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花椰菜宝宝。那花椰菜宝宝身上呢绑着一条一条的红色缎带，也代表了牵起我们月老的红线哦。那紧接着有谁可以最近距离接触到我们的月老红线呢？没错，紧接着呢我会念到名字，念到名字的男生就邀请你们一同的来到舞台上吧。首先邀请到的是张彦杰先生、世豪先生、钟彦君先生、梁家龙先生、江家群先生、何宗玉先生，以及我们的吴家雄先生，最后是我们的林志嘉先生，热情的掌声好吗？来到了舞台上方，不要紧张，不要激动，好不好？也不要假装害羞，赶快的来到了舞台上方。今天呢，我们直接跨上去，我们有阶梯好吗？我们是耍帅的概念吗？好，来，我们一同的来到舞台上方，从两侧的阶梯好不好？我们旁边有安全的阶梯可以上台，可以帮我联系一下他吗？还是你要现场点名？学成，你现场好不好？其他的，好。许明义先生，来，许明义先生，你在哪里？赶快的来到舞台上吧。好，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四位先站到新娘子身边，好不好？来，我们四位先站到舞台的旁边。好，来，这里就留四位，好不好？哎，隔壁还少一位哦。好的，不要一窝蜂，好吗？我们分边，四个四个站一边。好，接下来呢？请我们的文平将手上的缎带分给他吧，然后呢，直接，我们来不及了，刚才对我们的名额已经满了。好了，我们请大家集中到新娘子的身边，好不好？来，我们不要让新娘子特别的移动了，有点危险。好，对，你们就直接过去好了。对对对，来，小心哦。这些男孩子的手上，我们都知道缘分非常的难得，所以呢，我们的学程希望将自己珍贵的幸福缘分也分享给这些好朋友们。来，我们的文明小心站好哦。对，那紧接着呢，我们学程手上的花椰菜宝宝是谁会获得？很简单，待会呢，女生数三二一的同时，我们就一起拉手上的缎带哦。准备好了吗？三二。谁是我们的花椰菜宝宝？掌声！掌声！这是一个实至名归吗？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跟热情。好，我们站定位就不要动了，我们的文凭先不要动哦。好，学成，等一下再将你的礼物送出去。等一下。好，花椰菜娃娃得主，请到旁边站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站一排好吗？来到我们新娘子身边，我们站一排。来，我们的花椰菜得主旁边也。站三位，然后这边还有缺两位哦。好，我们的学程先将我们的花椰菜宝宝送给隔壁的这一个非常幸运的花椰菜得主，希望他可以赶快找到幸福的另外一半。接下来呢，我们的学程还特别准备了另外一份精彩的礼物，很重要哦。我们是准备了精致的花种，生机花种，希望每一个人吃下去都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接下来一直提醒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它的菜种叫什么名字，叫做大陆妹。所以呢，希望我的每一个好朋友都可以跟他一样，找到一个这么可爱、漂亮又能干知己的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是像我们文平一样这么漂亮的大陆姑娘哦。我们刚刚拿
出一个最帅的姿势吧，大木被秀出来好吗？真的，拿到大木会开不开心？来，脸上的笑容好吗？好，在座的所有长辈啊，女生，如果我们想认识的话，请下去我们的学生吧，我们。好的，来，这个时候来问一个现场女生还有长辈最期待的问题了。所有的男生，你身边已经有女朋友的，有一个非常贴心、温柔、可爱的女朋友，请向后走一步，好不好？谢谢，我终于成功了。谢谢，好，请多多照顾，好，谢谢。谢谢啊，我们先等都受你们很大的照顾啊，谢谢啊。
效果，是不是？这里哦。